综合运动。那我们今天要玩躲避球加排球。用躲避球当然三个人才好。当然要选这一关才好玩嘛。哇！OK。我们来吧。我最近发现仙人掌蛮强，天！啊，竟然没有打中！哦不！真废物！想跟我作对？哇，三个全中，太爽了！你用那种球也没有用。Oh my god！ 哈，我躲到角落去。哦不！立刻传球给我，快！内野复活，不是内野复活。好啊，让你们尝尝我仙人掌。每复活一次就有一个死掉，来吧，这些水柱赶快！一下就干掉这三个人了，超简单的。
尝我仙人掌的味道。我一定要先杀死恐怕这样。那人死又吸，你是去死。就是现在 ，Oh my God！ 希望道具比较实在。我要杀那该死的乌贼啊！杀死他，爽！仙人掌，你就不会好好的站好，要不然你站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要玩排球。选这种怪命啊，嗯，这三星，那我就选我最爱的鬼屋吧。开始啊！来来来来。我们今天只要拍个12分钟就好了。因为到12分钟的时候，我会暂停一下。必杀技吧。
是忍者害的，关屁事。好出界。欠揍的脸，像换我，追得上来才怪。笨蛋忍者，刚那球是女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是十二分钟了。